哎，猪猪，出了什么事？莱德，把乔莉太太跟明娜困在行动图书车上，车子沿着山景路失控的冲下山了。我们马上到，没有太快的图书车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阿奇，开到行动图书车前，监控前面的路。真是好险哦！嘿，莱德，看到你太高兴了。靠近一点，然后发射钩爪。钩爪发射。天天，现在换你了。好像有人在煮茶呢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车子在动。马乔丽太太，你快点套上吊具。梅娜，我们会救梅娜跟叔的。谢谢莱德。糟糕，我叫狗狗来帮忙。灰灰、小丽，到山景路跟我们会合。莱德，有火车快速接近中。天天，用你的钩子让图书车慢下来。钩到了，自动驾驶。Hello， 梅娜，该系安全带喽。刹车失灵了，我来试试看手刹车。啊，这下不妙了。灰灰、小丽，我需要斜坡。嘿，我敢说可以用那些铁条。快点，火车就快到了。成功了！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这个就是古老又神秘的黄金卢伯雕像。那比较大的雕像是什么？啊，那些是卢伯的守护权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拿到黄金卢伯雕像，守护权就会听他的命令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而且还超闪亮的呢。啊，那不是宝石，那是一小块玉石，它可以给我超能力。那些雕像在动吗？站住！你们刚才听了我的话？把装了黄金的藏宝箱拿来。我可以控制他们。现在我有手下可以帮我抢亮晶晶的东西了。好了，威力狗，我们要用鸟夫人这辈子都没看过的最大最闪亮的雕像，把它从美术馆里引出来，再抢回黄金鲁波雕像。可是我们没有更大更闪亮的雕像。会有的，我们搭超微喷射机飞到沙漠，你就会看到了。接下来的计划是这样。要找到镶满珠宝的超大雕像会有多难呢？真的超大的，好闪亮。把雕像搬回我的美术馆基地。飘到你了，鸟夫人。什么？你不是雕像？没错，我是威力狗。还有黄金鲁波雕像不是你的东西。太感谢了，汪汪队，你们拯救了宝贵的美术馆展示品。不客气，只要你的雕像活起来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波特先生的派被旋风卷走了。现在这个派卷风甩的冒险湾到处都是派。阿奇，我要你用扩音机叫大家避开派卷风会经过的路线。还有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把坏掉的东西通通修好。还有毛毛，我要你用水枪把被派打到的东西都洗干净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清洁溜溜的，喜欢吗，莉莉？凯蒂，你快点进去屋里。兮兮的了，莱德，派卷风弄脏了凯蒂的店，还弄坏了他的招牌。我们马上到。毛毛，帮灰灰上去屋顶。啊，梯子。啊，爪子。
水枪启动。久了，对不起，灰灰，我的身上又没有派。莱德，我在上面可以看到派卷风。狗狗们，走吧。只要那个龙卷风里面还有热热的派，就不会停止旋转。天天、小丽，快来帮我！让我们飞去找派吧。小丽往前冲。天天，用你的钩子抬起小丽。现在把它带到派卷风上方，慢慢把小丽垂降下去。等你进到里面，就用你的铲子把派打出来。铲子。火鸡肉派，谢谢你们的帮忙，汪汪队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快看，有怪物！那到底是什么怪东西？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那种动物。我们该闪人了，丹尼，叫我大胆哥丹尼了。可以看到真正的怪物，那就赞到爆了。是恐怖到爆才对，我们快点走了。啊、真希望钓鱼可以走快一点，我来搞定。哇耶！太棒了！大家都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我们的速度太快，机器就坏掉了。至少待在上面就能离那个山怪远远的。什么山怪？它很高，绿色的，现在跑进树林里了。我来打给汪汪队。哦，梯子。嗨，亚丽，你先下来。好的。小心亚丽变冷。我们没事。谢了，莱德，希望你能很快找到怪物。猪猪，有没有在树林里找到什么？莱德，我找到怪物了，那是全身覆盖着绿色泥巴的狮掌，但它在失控的滑雪板上倒退着往山坡冲下去了。撑住，博伊狮掌，我来帮你停下来。博伊狮掌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还好有你，猪猪。汪汪队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古威市长。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点像怪物，就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，狗狗们。咕咕鸡被关在杰克家祖传的布谷鸟时钟里。现在时钟快要滑下山，后面还有雪球滚过去。猪猪，我要你开车下山，然后用钩爪拦住那个时钟。还有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救出咕咕鸡，但是不能把时钟弄坏。这个时钟对杰克来说很特别，绿色代表走。莱德，我们一直盯着时钟，它的速度很快，就算是勇敢的咕咕鸡冲那么快，它一定也觉得很害怕。那些雪球也快要追上了，会把时钟给撞烂的。有我们在就不会。莱德，长征快要举到最上面了，到时候门就会打开。灰灰，只要门打开，你就用爪子救出咕咕鸡。爪子。可是那些雪球还是会撞上杰克的时钟，只要让雪球互撞，就不会撞上时钟了。猪猪，推左边那个，灰灰，推右边。好哎，成功了！现在看看我们能不能穿越雪堆，追上那个时钟。莱德，我用滑雪板去追会比较快。猪猪，灰灰，你能把指针装回去拨到最上面吗？好的，修好了，现在让咕咕鸡出来吧。你也差不多该出来了，咕咕鸡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
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华丽离开海湾，在冒险湾上到处流浪。华丽为什么要离开海里？我们要找到他，还有查清楚。所以这次的任务，我要派天天。我让你驾驶直升机找到华丽，然后看住他，等我们安全的把他送回海湾。让我们飞上天空吧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找到华丽了吗？没有，没想到一只大海象居然找得到地方躲。莱德，我看到华丽了，他被困在主街街道上的人孔盖里。马上到！毛毛，华丽说了什么？他很想念他的好朋友。没有阿宝船长，他就不回去海湾。谢谢毛毛、天天、毛毛、灰灰，我们去找阿宝船长。阿奇，你留下来，在华丽周围做绕道引导。知道了。不是，交通追。找到了，莱德。阿宝船长站在山崖边。做得好，天天，用你的钓具把他钓离山崖，送他回来冒险湾。好吧。要去！走！嘿，华丽，快点挣脱出来，我们才能回海湾，兄弟！成功了！天天，现在带着华丽往海边走，跟我来，小大块头。莱德，汪汪队，我跟华丽都很高兴，也很感激你们让我们重聚。不客气，船长。要是又遇到任性的海象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机器狗，跟着讯号到大岩峡谷去。温纳先生有野狼在后面追他。强烈暴风雨就是往大岩峡谷过去的。峡谷里面有很多岩石，所以我需要小丽。小丽往前冲！还有毛毛，因为你是跟动物沟通的高手，我需要你告诉那些野狼离温纳先生远一点。意思是准备进行汪汪救援了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毛毛，走东南方进入峡谷。温纳先生跟野狼就是在那里，我会叫他们走开，像这样。完蛋，好像又有狼来了。做得好，毛毛，我现在去救温纳先生。莱德，我们有麻烦了。莱德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一直想要避开的大雷雨差不多快到了，我们要在峡谷淹没以前带温纳先生离开那里。毛毛，带着你的新狼群上汪汪巡逻车。小丽，试着把那颗大石头搬开。机器狗，带我们离开峡谷。狼怎么会在这里？放心吧，我们都是朋友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海洋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很好，因为海洋巡逻队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任务，我们要带海洋巡逻船去农夫艾尔的农场。农夫艾尔的农场昨晚不知道为什么淹水了。路马，我让你驾驶潜水艇潜入水底，找出农场淹水的原因。预备就位，跳下水。哎呀，我真是开了眼界了。机器狗，现在启动水栖模式。路马，查出水是从哪里来的。知道了，莱德队长。哇，这个农场好奇怪哦。嘿，莱德，我看到一条有水流出来的水管。好的，路马，沿着水管找到止水阀，把它关掉。要是我把排水沟上面的石头搬走就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水才退不掉，排水沟堵住了。
我们去搬石头。小丽，开工程车下去，把石头搬开，让水排掉。该把草地上的塞子拔掉了。好大的石头啊！但是我搬得开。行了，雷德，你快点离开那里，小丽。排出去的水有强大的拉力。知道了，倒车。谢谢了，海洋巡逻队，你们救了我的农场。只要发现你的农场淹水，就大声呼救。嗨，诺夫埃尔，我是不是忘记把水关掉了？完蛋，对不起。谁都有犯错的时候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农夫艾尔、农夫尤美跟一些游客搭上了失控的游览车，车上的方向盘坏了。天哪！糟糕了！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把方向盘重新装回去。还有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吊起灰灰，让他从天窗进入巴士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看，是汪汪队来了。好了吗，灰灰？好了，带我上去，天天。等等。下了，天天。莱德，我进来了。看起来很简单，我只要把方向盘放回原位，锁紧就好。不要啊！坏消息，莱德，方向盘沉到海湾底部了，而且我找不到刹车。莱德，游览车往河那边开过去了。哦，莱德，吊桥往上升起来，我们没办法停车。机器狗，用最快的速度把汪汪巡逻车开到吊桥来。我们要挡住它吗？不是，我们要背着它走。谢了，汪汪队，你救了我们，才能结束这最疯狂的旅游。不用客气，只要你的游览车失控乱冲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，你能来太好了，我们到处都找不到羊宝宝。我们会找到他们，并且修好坏掉的围栏，对吧，灰灰？对，螺丝起子。我帮小羊做好围栏了，我们走。嗨，古维市长，怎么了？尤美的羊宝宝把我的海滩毯嚼烂了。我们马上去。狗狗们，小羊都在海滩上，必须把它们赶在一起。知道了。小羊，快过去，我把它们赶上木筏了。太好了，木筏在谁那里啊？潮水把木筏带走了。潮水来的真不是时候。古威市长说我的羊在这里，他们呢？他们跑去航海了。路马，我们需要水上救援，开始行动吧。救援到了，小羊兄弟们，不好了，莱德，他们咬开了木筏，现在都分散开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们得想办法让那些木头再合在一起。跑跑羊，像瑜伽课那样，跑吧，小羊，快跑吧！跑得太好了，小羊，继续跑，我来推你们回海滩。我的宝贝们，谢了，汪汪队，不客气。只要你的瑜伽羊开始跑跑，就大声呼救。这些小东西要去的地方就是回家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太阳要下山了，要是大蜘蛛要出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是汪汪队，我们得救了。好了，阿宝船长，因为你是小朝天，我先救你下来吧。啊，爪子，快点！我不想看到洞穴巨蜘蛛毛毛的、恐怖的蜘蛛脸了。现在抓住我的盘旋板，船长。哦、救得好，小丽！好，狗狗们，现在去救法兰索瓦。我把你的脚从蜘蛛网拉开。等，灰灰需要帮忙。灰灰飞到蜘蛛网的另一边，然后用爪子往下拉。马上去！啊！我是一只小小鸟。让我们送你去安全的地方。哟吼！我还在这里，洞穴巨蜘蛛马上就要来了。那个影子真的是超大的！我办得到的。抓住，船长！抓住了。哦，快看，那个是洞穴巨蜘蛛！真是没想到，我们竟然在害怕那只可爱的蜘蛛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艾米跟艾迪是从外地来玩的，没有见过农场动物。救命！小朋友们一定是被什么吓到了才会跑掉，我们要拦住他们，免得他们在树林里迷路了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包在我身上，还有小丽，小丽往前冲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莱德，我看到了，现在去赶他们。喂，回击！哦，加比慢一点，贝婷娜，没事了，快跟我来！很好，你们好乖哦。哦，赶得好，阿奇。小丽，帮他们盖一个围栏吧。小丽往前冲！汪汪赞，狗狗们，现在去追艾迪跟艾咪，确认他们没事。你看，有爬爬小虫哎，好可爱！又有一只可爱的爬爬小虫。完蛋，是那种洞穴里面倒挂着会飞的东西，那叫蝙蝠啦。啊！这里好黑，救命！救命！他们在下面，拉他们上来。绞盘，大家听好了。抓住绳子，阿奇会把你们拉上来。绞盘收回。耶！谢谢拉我上来。好吧，我想我应该说谢谢汪汪队。要是又有小朋友跟小猫咪遇到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因为我们碰到很麻烦的事。两只猴子好朋友用树叶吹泡泡，结果后来都被风吹跑了。我们要快点找到他们，把他们安全的救下来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克，我要你用追踪术跟钢索找到他们，平安救下来。我竖起耳朵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莱德，风把他们吹得更高了，跟着他们，救援马上就到。阿奇，回答我，我需要你用你的网子帮忙把泡泡猴安全的救下来，包在我身上。小克，用你的钢索试着戳破泡泡。阿奇会用网子接住猴子们。好的，莱德，我试试看。网子。网子上了。
了，这样我们要怎么救最后一只猴子？我有个主意。灰灰，最后一只泡泡猴往你那边过去了，我们需要你帮忙救它。绿色代表走。我来了，莱德，要怎么做呢？我要你把吸尘器调到吹风模式，让它吹出风。我们要把树胶吹成一个柔软的大泡泡，让小曼掉在上面。再吹大一点。哦哦，巨嘴鸟的鸟嘴很尖锐的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你好，伯爵，八金堡一切都好吗？有一个盾牌被偷了，盾牌上的地图可以找到呼噜魔药锅。什么呼噜？魔药锅？它会产生魔法迷雾，让所有人睡着。好吧，我们马上到。这里的人好像全都睡着了。公主还有伯爵也都睡着了。我们不可以进城，要是碰上那些云的话，我们也会全部睡着的。莱德，魔药锅在大半钟附近钟楼旁边的屋顶上。毛毛，灰灰，看看能不能阻止迷雾。马上去，交给我们吧。要是有闹钟把大家叫醒就好了。小丽，这主意太棒了。阿奇，你到钟楼的最上面，用你的飞龙扩音机放送大班钟的钟声，这声音就是世界上最大声的闹钟。要怎么敲响它？指针离12点还很远。我们用磁铁把大班钟的金属指针直接拉到12点。可是要怎么把磁铁弄到上面？你要把它投射上去。飞龙扩音机，莱德，我到定点了。投石机，发射！谢谢莱德爵士，谢谢救援骑士队，你们又再次救了八金堡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冒险湾停电变得一片漆黑，还好总部有自己的紧急发电机可以用，现在要靠我们让电力恢复，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拍。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你觉得这是什么？啊，是什么在发光？韩蒂娜市长，请你关掉那个招牌，他还冒险湾停电了。我不要，这可是杰作。再说了，谁舍得关掉这个大帅哥？哦，抱歉，韩蒂娜市长，冒险湾需要恢复电力才行。我们还要去清理一团乱的城市，走吧，阿奇。还好，汪汪队没有想到我还有一招，可充电电池。走吧，大个子。这么亮，我什么星星都看不到。这个假阳光是从哪里来的？不快点关掉那个光，我们就会看不到今天晚上的行星连线。我最好快点打给汪汪队。好了，天天，用你的钩子拉开灯塔上的招牌。知道了。你要跟我走喽，大个子！快看，行星按照计划要开始连成一线了。哇哦，这真的是太酷了啦！汪汪队，谢谢你们拯救了。晚上。不客气，雅丽。要是灯光又变得太刺眼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欢迎各位。
游行。耶！啊！哇！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？大家都在抬头看我，太好啦！我的行程表没有登记韩丁娜市长的气球，不过我们是好邻居，可以让个位子给他。韩丁娜市长，请你到队伍的最后面排队。哇！救命啊！糟了！灰灰，韩丁娜市长的气球失控的在乱飞。我需要你去救他，绿色代表走。快来人救我，韩丁娜，快来呀！他的脚上有个洞，如果你用爪子把洞夹紧，他的速度就会放慢，空中巡逻机就可以抓住他了。夹东西是我的拿手绝活。啊，爪子，破洞收紧了，莱德，做得好。可以放手了，灰灰。哦，游行结束了没有？哦，呵呵，游行才刚要开始呢。快来拿纪念气球哦！大气球游行日快乐！这是最棒的游行了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，我侦测到一座新的海底火山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我们就卡在火山口，火山就快要爆发了！救命！不会是这样，你们必须快点上岸才行。有一座海底火山，它马上就要爆发了。咕咕鸡，你在哪里？我保证我会找到咕咕鸡的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们现在快上去。好吧，那就拜托你了。阿宝船长，法兰索瓦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离开火山的。成功了，我们出来了。莱德，我们可以自己动了，你快开潜水艇到安全的地方。知道了，路马，快收回爪子吧。完了。咕咕鸡，我来了！解冻，毛毛，快点离开，潜水中要抽身！天了！我们要快点，不然潜水中会掉下来撞到海面。好了吗，天天？狗狗要飞上天喽！我们停下来，没有再危险的往下摔了。只要麻烦隆隆响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嘻哈！欢迎来到热闹非凡马术挑战赛，大家应该都认识我的搭档罗斯蒂。打个招呼吧，罗斯蒂。第一项比赛就是骑狂奔的野马，这两位伙伴必须尽可能的骑在马背上，谁待在马背上的时间最久，就是热闹非凡马术竞赛的冠军。韩丁娜市长，祝你好运。哈，我不需要好运，我有浇水就行了。小心点，猫咪，胶水有一点快流下去了。什么？等等，他还没有说快快啊！市长，快点下来！不行啊，我的裤子粘在上面了。罗斯蒂，小心！我们不能走，我还没赢啊！别担心，牛仔妹贝尔，我们会搞定一切，用超快的速度把罗斯蒂带回来。我们要怎么救罗斯蒂跟韩丁娜市长？当然是再找狗狗来帮忙。路马，我需要你来抓住马，开始行动吧。
救生圈。小马乖，现在带你回去吧。那我怎么办？阿奇，交出你的发射器。发射器。如果你用这个磁铁打中发动机，野马应该会停下来。快快跑！哦，我赢了嘛！哦，谢了，伙伴们，你们救了节目，也救了我的马。哦，这没什么啦。要是你又遇到强悍无比的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出现紧急状况了，伙伴们，爷爷的糖浆没了，所以我们得去找枫树拿一些回来。迷你巡逻队现在出动了，是枫树哎，我们找到了，只要转一下这个东东，哦吼，我们有糖浆了。不过它流得超慢，也许我能让它流快点。救我，亚丽！嘿，爷爷，我来帮你拿糖浆，有很多哦。这东西装不回去了。这个糖浆真的好黏哦。我知道，成功了，我阻止糖浆了。大部分了，不过放心，迷你巡逻队会帮我们。可能还是要找人帮忙。你拿得到我的手机吗？耶，是汪汪队来了！水枪启动。太冷了啦。可是没有那么黏了。谢谢毛毛，爷爷快来。等等，亚丽。救我！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水龙头很快就会修好，对吧，灰灰？没问题，莱德。爪子，好的，雅丽，数到三就拔出手指，一、二、三，都修好了。嗯，这些松饼好好吃，我连一口都吃不下了。要不是有汪汪队的话，我跟雅丽到现在都还困在树林里呢。对啊，谢谢莱德。只要你碰到棘手的情况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躲好了没？我来喽！不，看到你喽！这里没有。你们狗狗还真会躲哎。对不起，加比还有小羊，我马上喂你们。我该去把桶子装满了。糟了，我把桶仓的屋顶撞飞了。现在那些肚子饿的小鸟可以随便吃我的玉米了。不要碰那些玉米，那些鸟叫了同伴来。哎呀，我最好快点打给汪汪队。哦，糟了。哦，又一根玉米没了。汪汪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快点帮我赶走乌鸦大队，让我有时间把桶仓的屋顶补好放回去。阿奇，用你的扩音机对那些小鸟大吼吧。扩音机，小鸟走开，走开，离桶仓远一点，海鸥你也快点离开。做得好，阿奇。继续喊，谢谢莱德。汪汪队，时间抓得好，我把屋顶修好，可以放回去了。好的，天天把圆形屋顶吊起来，放回原处。下一站，桶仓顶，一个桶仓屋顶来喽。太棒了，天天，谢谢汪汪队，我现在可以继续把剩下的玉米送进桶仓了。要是你的桶仓屋顶又爆开了，就大声呼救。哎，今天的晚餐谁要吃玉米啊？我有很多哦。汪汪汪汪汪汪汪队，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小克去查看丛林里的声音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我们要去追踪小克。
答对了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，包在我身上，还有天天，狗狗要飞上天喽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可以在这里开始无人机搜索，无人机，巨大的猴子脚印，是毛茸茸，也许它经过小克。天天，你能不能从直升机上看到那只猴子？等等，莱德，我找到了，毛茸茸带着小克跑掉了。阿奇，用你的无人机靠近看看。哎呀呀！要去。Thank you， 天天。毛茸茸是怎么了？他想要我帮他的忙。有人有麻烦了，在那边。还有一只大猴子受困在旧废墟的那个洞里，所以毛茸茸才会把你带走。他需要你帮忙救小毛茸。别担心 ，Friend， 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有了，灰灰，搬一些卡罗斯用来盖书屋的木板过来，别丢掉，再利用。完成，现在把它放进洞里。太重了！耶，成功了！只要你又遇到麻烦了，就呼给呼给呼救！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我们把气球吹好，就可以准备吃大餐。怎么会？谁把餐点撞走的？请看，市长公公，有火鸡在飞。什么？再打给汪汪队了。嗨，古威市长。莱德，咕咕鸡现在很生气，而且跳跳火鸡也飞走了。你说飞走了？我看到了，我还看到别的，那是海面娜市长的小猫咪。交给我们吧，没有太高的跳跳火鸡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莱德，我快飞到火鸡那里了。太棒了，我们在你后面，天天。莱德，我在跳跳火鸡的底座看到一个圆环，我可以用钩子勾住，把跳跳火鸡带回地上。太好了，我们先救小猫咪，再救跳跳火鸡。阿奇，先架好网子。网子，莱德，你看，还不要用钩子，天天，上面还有小猫咪。现在去追飘走的火鸡。我们可不想错过晚餐。莱德，我想谢谢你救了我的小猫咪们。不客气，下次你又坐在大火机里飘走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换我了，是狗狗平板在响，可能有人需要帮助。哦，对，莱德。你不是莱德？是的，我在照顾狗狗古威市长。别担心，汪汪队会马上赶去救援。狗狗都去瞭望塔。其实莱德会说：“汪汪队，总部集合。”知道了。汪汪队，总部集合。莱德需要我们？不对，是凯蒂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我是说凯蒂队长。小姐，谢谢狗狗们。所以，莱德接着会怎么做？莱德会说他需要哪只狗狗，然后分配工作。了解。拯救邮差先生，我要派毛毛。你用消防车的梯子把他从树上救下来。我火力全开。还有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把古威市长跟咕咕鸡安全吊挂到地上。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
汪汪队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。你是要说汪汪队要出动了？没错，就是那句。别担心，游川先生，毛毛会救你下来。对，梯子，我带你下去，游川先生。哇！古威市长，我马上就救你跟咕咕鸡下来。啊，道具。谢谢你，甜甜。哟吼！你们都是乖狗狗。怎么样？今天都还好吗？凯蒂做的汪汪赞的，莱德。我就知道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小丽被困在外星星球上，听起来像是卡住了。所以这次的太空任务，我要派阿奇。阿奇准备前往太空。太好了，我还需要灰灰。啊，绿色代表走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嗨，阿奇，小丽没事吧？嗨，莱德，他看起来没事，可是他发出奇怪的声音。等他回到家就没事了。哦，哦哦，看来你的脚掌卡住了。啊，爪子！网子！小丽，跳上去！莱德，果果。快看，小丽在那里啊！如果小丽在那里，那你不是小丽，她不是小丽，她是外星人小丽，长得跟小丽一模一样。伙伴们，希望你们有听到，我需要你们帮忙。糟糕，看来小丽还在下面，我们必须快点去救她。天天。灰灰、阿奇、路马，你们都来了，我们来救你了。不是，网子，跳上来，兄弟！呜呼，好哎！呜呼，谢谢狗狗们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八金堡需要我们马上过去，所以这一次是汪汪特派任务。机器狗进入逆踪模式。汪汪队，谢天谢地你们来了，我失踪了。失踪的是肖像画。阿奇，看看画架附近有没有任何线索。莱德，地板上这黄色的东西闻起来是起司吗？对。那是我夹在快干特殊腌料里的秘密武器。跟着那个气味，阿奇。那是甜甜画在他那里。甜甜，皇家肖像画在哪里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幅画画的是我。这幅画传出来的味道是法兰索瓦的起司颜料。我也想留下来闻，不过我们得走了。甜甜会带着那幅画逃跑，表示那真的是公主的肖像画。问我的鼻子就知道。汪汪特派任务出动。甜甜，你太顽皮了，拿我的肖像画玩你丢我捡。我没有拿我的公主，你看。谢谢你们找到画，汪汪队。不客气，要是你的画又消失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
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地下道出现双重的麻烦，大胆哥丹尼冲得太快，失去控制，轮子姐没办法关掉他的直排轮。糟糕了！轮子姐，那是谁啊？马乔丽太太，那是她成为竞速滑轮冠军时的绰号。所以这次的任务，我要派特务阿奇，包在特务阿奇的身上。我还会需要毛毛，我火力全开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幸好你们赶来了。丹尼跟马乔丽太太进去地下道之后，就没有再出来。阿奇，找到那些溜走的溜冰客。没问题，莱德。无人机。我们冲得太快了，我停不下来了。撑住，把我的毛衣给我。羊毛衫打开。毛毛、阿奇，你们去拦下他们。帅啦，好威！啊啊！水枪启动。哎呀，糟糕了！网子。哦，原来按钮就在那里呀。谢谢，谢了，汪汪队，刚才实在太刺激，我以后再也不敢玩了。不客气，丹尼，只要你需要找人帮你阻止火箭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准备工作做得很好，狗狗们，明天的牛仔日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。我会帮忙加油。咦，好。猪圈那里好像有麻烦。哎呦，他是在梦游。哎呦，卡住了。我最好快点打给汪汪队。谢了，小丽。脚怎么样？都是泥巴，但是脚没事。狗狗们，快过来！小丽，快把那些干草捆推过来，接住市长。他在那里。他把奥斯卡跟咕咕鸡冲过去了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天天，我们需要空中救援。在天天来以前，我们得让他离边缘远一点。阿奇，你爬上去，攀岩走避险。国会市长，拜托。抱歉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做了很棒的梦哦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海家韩丁娜的卡车好像消失不见了。所以这次的任务，我要派特务阿奇，包在特务阿奇身上。还有天天，让我们飞上天空吧。好了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莱德，我找到卡车了，你一定不会相信我看到的。有个超大的软糖雕像，看起来像罕蒂娜市长。啊，我们马上到。罕蒂娜市长，你快点下来！我真不敢相信，还含软糖！哇哦！天天，我让你把罕蒂娜市长从雕像掉下来。啊，要去！做得好，拉他上去。
向会撞上那些门柱的。我们必须把韩丁娜市长救下来。我从总部带了这个来，也许可以用它。路马的充气橡皮艇，快来！好了，毛毛，我们需要你准确的瞄准，还需要海鸥朋友帮个小忙。好的。莱德，非常谢谢你救了我最爱的韩寒软糖。不客气，韩蒂娜太太，只要你又遇上逃跑的大软糖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丹尼跳了最糟糕的地方，在峡谷上空表演午餐特技，结果被风吹得头下脚上。还好他有穿着安全吊具，但我们还是得把他救下来。一张安全网马上来。嗨，丹尼，请你叫我大胆哥。哦，丹尼，啊！我是来帮忙扶你起来的。小心点，我可不想弄掉最好吃的极限午餐。好吧，可是我们是来救你的，午餐等等再吃啊。爪子。汪汪在，成功了！那是莱德吗？我就快到了！啊！啊！啊！阿奇，这是你的网子！天啦！哇哦！我都不知道脚踏车会飞耶！这个影片肯定会红！看我骑脚踏车下去吧！下不去了！糟糕，丹尼又有麻烦了！狗狗们，我们需要在空中的狗狗帮忙接住丹尼。王子，接下来就让我们送你下去。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主意。汪汪队最厉害了，特技迷们太刺激了。这次的大胆特技有个大胆的结束，都是汪汪队的功劳。谢了，莱德。嘿，只要你的特技遇到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好心的小伙伴。莱德，谢天谢地，你们来了！我到处找不到孩子们，会找到的。这个风向带可以指出风吹的方向，只要我们知道风的方向，路马就能用航行技巧追踪失踪的孩子。设定航向，走那边。我们中招了！糟糕，风帆！大家快抓紧风帆！你抓紧我。姑姑耳机，我们要怎么下去？我不知道。莱德，我找到撞毁的船，船员在那里。哇，他们怎么上去的？要怎么救他们下来？好啦，朱莉亚。我知道咕咕鸡，我也有一点害怕，不过没事的。莱德，风已经转强，石柱摇晃得更厉害了。你说的对，天天，先把直升机开走。喂，滑索，准备好帅帅的滑下去了吗？咕咕鸡等不及了，我也是。莱德，谢谢你把大家平安地带回来。只要有路上海盗在沙漠海迷路了，就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嗨，阿宝船长，你跟迪迪奶奶出去还好玩吗？不太好，莱德，他被坏坏的海豚带到外海去了。哇，他真的离岸边很远呢。
但是你放心，没有太快的海豚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好啊，海豚！你不打算带我回去比目鱼号对吧？别担心，吉利奶奶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哦，你们真是太好了。阿奇，路马，发射！阿奇。路马，海豚在哪里呢？嗨，狗狗们！他在那里，兄弟。好了，海豚先生，我们回去吧。哦哦哦哦、奶奶，他没有办法抓紧。阿奇，该发射鱿鱼竿喽。遵命。发射器，鱿鱼竿去喽！射得好，阿奇。好了，路马，跟在海豚旁边，免得奶奶滑下水。知道了。骑海豚，现在是潜艇冲浪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灰灰跟检察员被困在纸箱堡里，现在纸箱堡被甩来甩去拖着走，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包在我身上，还有小丽，小丽往前冲。好了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快点放我出去！没办法，想要打开门，我们要先解开谜题。这是你打造的，难道你不知道答案？不知道，我只负责装荧幕，谜题都是电脑选的。这样的话，救命啊！不好了，先生，小心有失控的巴士！去拦下拖车，巴士交给我。启动自动驾驶，准备好，然后跳。喵喵！你们两个到站了。路马，做得好。希望小丽可以及时追上拖车。雅丽，可以请你剪彩吗？冒险湾纸箱堡现在正式开放了，耶！谢谢你救了纸箱堡。不客气，要是你的纸箱堡又跑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我的计划非常的顺利，冒险湾的居民们注意听好，在这个能量圆顶里面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没有人可以进出这里。我们需要汪汪队。狗狗们，模仿猫就在圆顶上的某个地方，现在该进入盘旋模式了。到处都找不到它，一定是进去里面了。那上面一定有个隐藏门，我找到进去的入口了，就在水旁边。路马，毛毛，该电光变身了。我在圆顶里了，莱德，我已经看到模仿猫了。我先闪了，我紧紧地盯住他了，来个华丽的逃脱吧。他在那里，我看到门了。
来电光变身吧！边破坏边摇滚吧！太谢谢汪汪队了，真的非常感激你们把我们从可怕的模仿猫手里救出来。只要你被困在超大园丁里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Hello， 冒险湾的赛车手跟新来的。那是谁啊？我以前没看过他。我是韩小子，镇上个子最大的坏小孩。这是不能用引擎、火箭，也不能用发动机的赛车。现在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冲！冲啊！火箭！呜呼！助推火箭，我冲的超快的。呜！烫冲太快了，久了。亚丽跟海小子可能需要我们帮忙，可是没有冲太快的肥皂和赛车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啊！我们来帮你，亚丽。路马会马上让你回到赛车道上。哇哦！谢谢汪汪队，拜。做得好，路马。我去看看阿奇跟韩小子怎么样了。我赶来救你了。什么？我要赢了！哦哦，惨了！你别呀呀！我要去哪里呀？飞啊！那是韩丁娜市长坐在火箭上。哦，你们谁快来救我！我会接住你，你不要惊慌。你说的倒容易啊，又不是你坐在时空乱冲的火箭上。好哎，还好我都没有惊慌。你是我们冒险湾肥皂盒赛车的冠军。谢谢古卫市长，都是因为汪汪队我才能得第一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我们必须找到波西弄丢的地图，修好故障的盘旋雪橇，否则圣诞老公公就没办法去送礼物了。不好了！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务阿奇，特务阿奇要执行圣诞任务。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到北极去。好了，汪汪队圣诞任务出动，飞飞飞上天！哎呦，真倒霉！灰灰，去查查看盘旋雪橇是出了什么问题。马上去！现在来找不见的地图。阿奇，闻闻看有没有地图的气味。好的。我好像闻到肉桂味。可能是我边看地图边吃肉桂面包留下的。哦，我敢说地图也有肉桂的味道。我闻到的味道是从那边传来的。无人机。灰灰，盘旋雪橇修得怎么样？有一点点棘手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科技，但我会努力修的。太好了，莱德，我在圣诞树上找到了地图的一部分。这半张地图上的是冒险湾，要是圣诞老公公没看到，就不知道要来这里了。那我们必须快点送你到北极去。但是看起来我的盘旋雪橇是飞不起来了。别担心，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可以送你去北极。听着，猛冲者，听着，舞者，圣诞老公公，圣诞！哦哦哦！发生什么事了，波西？圣诞礼物运送地图还少了这一半。是冒险湾啊！当然了，我们可不想漏掉那些好人。谢了，波西。其实呢，应该要感谢莱德跟汪汪队。真的是圣诞老公公哎！对啊，没错。哦哦，真是乖狗狗啊！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